Good people of China, welcome to Max World Champion 2014 with Wu Lin Fong. Today, I bring you some of the greatest figh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里是武林风和泰国 Max 木赛的第二次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right now it's time for war. 现在有请泰国运动员集体出场。 在比赛之前，他们要有一个拜国王的仪式。现在出场的是今天比赛所有的运动员，中方和外方的所有人，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来迎接他们，好不好？ WLF 2014中泰最强王者之战，全国泰拳锦标赛冠军邱建良勇挑2013 Max 67公斤级四人战世界冠军赛德东，泰拳神童江同才 ，WLF 亚洲冠军小虎铁英华上演强对决。同时这场比赛呢是 WLF 武林风和 Max 木泰的第二次合作，在河南省体育馆为您呈现的是最强王者之战。下面是这场中国对泰国男子72公斤级的比赛。Our next warrior, he is the son of Sakthian Noi Sorungro, the Muay Thai Grand Champion legend, and tonight he fights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Thailand, the Deadly Kisser Junior, Moses Thaw Sakthian Noi. 对，战绩62胜8负，他是被称作“死神之吻”的前泰拳冠军的儿子，他是一个随时准备面对敌手的年轻拳手，在泰国被称为“小死神之吻”。 本场比赛蓝方来自顺远搏击，他是2011年广东省散打冠军，2013年中国散打锦标赛排名第5，有请焦富凯。Go. Go.观众朋友啊，大家现在看的这是武林风同马克思莫耶泰青岛卫视昆仑决联手进行的2014中泰最强的王者之战呐！啊，这场男子72公斤的比赛，红方是焦富凯，来自顺远搏击俱乐部，而蓝方是来自泰国的摩奇。 那么焦富凯是第一次，代表武林风打这种中外对抗赛。哦，焦富凯是一个散打运动员。对，年代是广东队的，获得过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的第5名。那么今天可以说这场比赛是，散打同泰拳的比赛了。对。但是你说散打对泰拳比赛，他要这个焦富凯今天这个摔法不能运用，但是这是对这个焦富凯的指引。哦，这个泰方选手我觉得拳法也是不错的，刚才我看他。今天啊，这个泰国运动员都有意识的知道，可能中方运动员拳法比较好，都派来2个有拳法好一点。你像这个，李乾坤的对手是班能，对啊，而这个焦富凯对手又是摩西，啊，啥都不错。 你看他的基辅动作啊，左右摆拳基辅动作。焦富凯，你不是身材高吗？我打你头打不上去，那么这样我就基辅对上。近身可以用膝，也可以用侧踹腿控制距离。我觉得焦富凯应该把自己的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要为对手设计战略。嗯，这个泰国的摩西呢是一个反架的选手，他的前手拳呢一般都是用基辅打对方这个左侧肋部。 因为这个默契比焦富凯低，对，身高上，所以他更需要近身，对，所以他打得也很主动，泰式的压迫式打法。现在焦富凯尽量不要跟对方这种爆铲。这个对方的基础还是很有力的，嗯。不过泰拳手的这个攻击一般都是比较有力的。 从这个双方打击力度来看，现在这个摩西尽管是低配克，他的力量要比焦富凯大。这个打击力度，在一个硬度上，摩西明显比焦富凯要硬。相对看着，所以焦富凯必须运用好自己的战术。是，跟对方要打灵活，对，不要硬碰硬打阵地战，是不行。节奏有速度的变化。对了，不能完全被他这个压迫式的压在那边。 有时候你要得根据场上的情况和条件，来不停的来变换自己的战术。我们说这要根据这就是临场比赛经验了嘛，在这上面焦富凯确实还需要多打这种中外对抗赛，哎，在这上面要进行提高。观众朋友们，这是武林风男子72公斤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啊，红方是这个焦富凯，蓝方是泰国的摩西，这双第二回的比赛了。焦富凯有一记右摆拳，好像是个重击，嗯，所以应该更好的利用拳法，焦富凯，但对方拳法还真的不错。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头，像这种靠一种游走找机会打反击，焦富凯应该还可以，是吧？必须，他的教练在中场的时候给他应该给他这方面指导，不能完全是跟泰方硬碰硬的不行，对，硬碰硬的不行，硬度不如别人。对，好，对，在移动当中打反击，你让对方的力量发挥不出来，是吧？我只要赢你就行，咱别说场面的好看与不好看，对吧？ 因为你既然在对抗的力量上和打击力量不如对手，那我就靠一些游走打反击。也需要通过节奏的改变。尽管现在焦富凯显得有点被动在打法上，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对，打反击胶打得再准一些。另外，这个距离控制的不太好，对方的一个这个前手摆拳基本上都可以打中他的肋部，这个我觉得防守和距离控制有问题。所以，观众朋友们也想看到像这个武林风啊和这个马斯莫耶泰，包括和青海卫视的昆仑节联手举办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确实性很高。 在欣赏这个泰国这高水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国这种自由搏击的一些进步。你像这个邱建良啊，是吧？田英华啊，对吧？现在很多选手也在泰国训练泰拳，所以也吸取了很多其他的流派的一些技能和能力。对。但是呢，中国运动员其实他的这个速度和节奏感还是他主要的特点。所以每个运动员啊，要你自己的特点。 要你自己的特点，对，再有你自己的特点的基础上，你还要具备什么？临场的比赛的经验上。像焦国来采用这种游击战术也是迫于无奈，他也。 并不想采用这种战术，确实对抗不了。力量和能力上差不多。哦、但是在这种游走过程当中，要抓机会，要准，要狠。加夫凯，我觉得还是应该前手拳控制距离，我觉得。 好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这是武林风同马斯莫耶泰青海卫视昆仑决联合进行的2014中泰最高水平的王者之战。哎呀，第三局开局，加夫凯打得相对灵活一点，看看。哎，到第三回合，你现在看没有？他这么多移动，对他打这种反击，波奇一直跟着他走，有时候还真不适应呢。啊。 泰国选手喜欢打阵地战，对啊，你硬碰硬的给我打，硬碰硬的打。对方不适应，那他是左撇子，你就往他的这个右侧走，哎，再变化再拉开，再接着走。再移动，对，接着走，啊，这不就有机会了吗？是啊，这一段打得不错，对。 像这种战术才是教我看，因为你毕竟以前是练散打出身，像尽管现在改练自由搏击，但是你的基础还是靠移动打。对，你要打这种阵地战就不行了，打这种阵地战挺有意思的，嗯，不能打阵地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焦武海的嘴唇已经发紫，就说明他在体能上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还是可能跟平时训练也有关系。对。 在体能储备上啊，不是说特别的理想，所以任何一项运动其实都是一个项系统工程。对，你在每个环节上所这个付出的都，这个全场都能见到。由于现在焦国海体能出现问题之后，他是想移动就移动不动了，移动不动，我只能站着跟你打，打阵地战了，打游击战现在不行了啊。这是泰拳手最喜欢打的打法，你看，他的每一腿都打在实处。 因为你移动慢，我都知道你往哪个方向，我啪，我一头就给你堵住了。要用更积极的方式。现在在等，让你起来，头起来，我再接着进攻。这一越打，现在这是默契就是越轻松啊。现在焦武还是越打越被动，体力出现问题。本来应该是进攻的，但是体力不够了。 现在完全是体能问题，体能问题。他现在犯的这个和这个李乾坤一个毛病，就是现在体能出现问题了，体力不行了。打到第三回，这时候又被动的，只有被动的防守了。其实我希望中国运动员平时比赛的时候用5个回合的方式来打，提升整个体能。整体来说，泰国人的体能整体上是比中国我觉得好一些。他们虽然慢一点，但体能不会出现几局很大的这种起伏。对，但中国运动员在第三局常常出现较大的体能问题。这已经最后的10秒，江淮也听到了，也知道了，所以要最后一搏。但是毕竟还是技不如人，技不如人。实力上，在体能上，你包括他的力量对比上、打法的硬度上，确实莫西要比这个江淮还是技高一筹。观众还是看到泰拳的厉害的地方。嗯，是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27比30，2号裁判员27比30，3号裁判员27比30。All for the winner, blue corner, Moses the Sentinel。比赛结果：蓝方将来自泰国摩西获胜。有请颁奖嘉宾：贵州习水五洲国际商贸城工程部总经理。 叶辉先生为摩西颁奖。ผมมาครั้งที่ 2ครับครั้งแรกผมไปผมแพ้ครับครั้งนี้ผมกลับตัวมาดีครับซ้อมมาดีครับเลยชนะครั้งนี้ครับ实际上场上也不仅呢，就是可能体力什么的上次强度还不够吧，导致这一次比赛有点混乱。 手臂了有点发软，跟不上，就这样。接下来该怎么样办呢？接下来肯定回去，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往后放，准备好下一场比赛，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训练，每一堂课都会去好好的训练，准备下一场比赛。 这里是 WRF 联合和 Max Muay Thai 的第2次合作，为您呈现最强王者之战。下面是一场中国对泰国泰拳规则男子67公斤级的对抗。首先，我们有请蓝方。This is gonna be hard, fast and vicious. This is gonna be war, because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is our reigning champion from the 4-man tournament of Max World Champion 2013. He hails all the way from Thailand. He is. The Fatal Star, Skandal Soyingjaran 观众朋友，您现在是收看这是武林风从马斯摩耶泰青海位置的昆仑决，能够进行到2014年 WF 史上最强的中泰王者之战男子67公斤级的一场这个纯泰式比赛啊。红方是来自大东洋俱乐部的邱建良，蓝方是来自泰国的赛格东。那么赛格东在去年就是8月10号，武林风从马斯摩耶泰进行那场私人战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冠军呐，啊。所以他今天没有参加这个私人战的比赛，把这个资格让给了泰国的桑法。没想到桑法是被这个法国的拉菲波黑给 Q 了。邱建良的成绩也很好，是中国这个泰拳的锦标赛冠军。哦，所以这是最强的中泰的这个泰拳比赛。因为这是一场纯泰式的比赛嘛。 所以第一局比赛，你看节奏是比较慢的啊，观众朋友们也习惯了。今天看这个中泰比赛对抗的话，都已经习惯了。反正第一回合大家都是一种慢热嘛，一种试探性的。对，从节奏来说，泰式比赛相对慢一点，自由搏击就相对快一点。对啊，中国很多运动员适合打那个散打比赛的运动员，其实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认为，就中国运动员，即使是打泰式比赛，也尽量把节奏打得快一点，不要适应泰国选手的节奏。 刚才转身那个旋踢的动作，双方都防住了。这是邱建国的拳法进攻。从力量来看，这个从出拳力量，实际邱建良的后手直拳还颇具有杀伤力的，他力量大。对。 而且中国运动员即使练泰拳的话，总的来说拳法我觉得比泰国选手还是要好，普遍要好。就他们练这个腿法、膝法和走法更多一点。因为这个邱建良呢，在泰国进行过训练，所以他泰语还是不错的，能和这个泰国选手进行对话。说他对这个纯泰式这种打法啊，从理论上啊。 你包括的理念上的认识上还不是非常好的这个邱建良，你看他打得很硬。我有时候这个运动员在场上是一种放松和自信的表现。对，这种状态常常是挺好的状态。哎，好的，好，机会就来了，邱建良对上攻了。 这个机会把握非常好，我们就说邱建良的拳法出众。这时候赛格东在拼命的挡，这个泰国运动员还挺扛打的。比赛时间到，居然能扛住，我们也要给泰国选手鼓掌。太激烈，激烈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场裁判并没有听到时间已经到。哦，太精彩这个。那么这样的话。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邱建良就取胜了。啊，那拳打得非常的精准。好。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这是武林风从泰国的马斯摩耶泰青海位置昆仑决进行的一场男子67公斤级纯泰式的对抗。这是邱建良从赛格东的第二回合，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邱建良一个后手的直拳重打中了这个赛格东，但是他反应很快，他有意识就对自己头部进行了防守。我的邱建良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也表现很出色。 在这个区间休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赛格东的教练团队告诉这个赛格东，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要用些肘法啊！但是邱建良是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确实是，这个确实在使用肘法，在贯彻这个教练意图。泰国选手，而且根据第一局的情况的话，他必须主动进攻，甚至 KO。 这个邱建良才能够行。这时候邱建良还要发挥他在第一回合后手拳具有杀伤力的这个特点，要抓机会，要抓机会。邱建良没有抓住，是不是体力受点影响？现在在等待机会。 因为在第一回合激将肌肉的一个后手之前，接着不停有将近30秒的组合拳，那是很消耗体能的。对，那是最消耗体能的。他想要 KO 对手，那是想要 KO 对手，但是对方对头部的防守非常好，没给他那种机会。到第二回合这个开局，现在这个赛格东有意识加强了进攻。邱建良需要度过自己可能相对疲劳的这一个期。 但是赛格东的抗击打可真强啊！你看看，哦，你看，上，好，还是要靠拳法制胜。对邱建良来说，从拳法对抗来说，那个泰国赛格东明显不如邱建良。他有时你看像中扫腿，啊，你看邱建良很容易的直拳就打进去，特别精准。泰国选手常常对拳法的防守也是弱一些。嗯。 邱建良坚持对，打你的前手拳和后手的之间加起来。好，适当的用正蹬腿来控制距离也是好的。不要这种接他，这种接腿是没有效果。对，要对方出腿让，抓反击打拳。对了，对了。好。但是你看赛格东左右的，哎，他能通过躲闪。 邱建良继续加强拳法进攻。第二回合结果，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强的。嗯，可以说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这个泰国的选手赛格东战术发生一些调整，还是有变化的。哇，这个邱建良从这个赛格东的第三回合比赛又开始了。这是一场男子67公斤的纯泰式比赛，要打3局3分钟。中国选手表现很出色，而且体能准备的也很好。我看第三回合的体能不错。由于到第三回合比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局啊，邱建良就明显要加强攻势了。 所以出现 KO 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嗯，越是这种硬碰硬越好看。一个呢就是领先方还有体能，这个劣势方必须主动进攻，这种情况下就出现 KO 的机会。因为这个蓝方这个赛格东他知道现在比分落后，因为在第一回合比赛里头，邱建良一个重击那非常明显啊，所以他就有意识的在第二回包括之前第三回合有意识要加强进攻，主动进攻对。 不然他就输掉这场比赛了。对。但是赛格东有他的短板，就是拳法太一般了，包括对于拳法的防守也比较弱，这是他的主要问题。对。你要拳拿那么低，对。然后那个谁，邱建良很容易一拳就打进去，而且非常准。但是他抗击打能力很强。像第一局的那个组合拳，很有可能有时候就直接就 KO 掉了。啊。 双方互相来打这个迎击哦，刚才这是无意识的，无意识蹬到他对方的裆部。像这种抱缠，那就是赛格东最喜欢了啊！我的膝法用左右都可以，对。所以我们也听到邱建良的教练郭世杰喊：“不要缠，不要这个抱缠，太漂亮，对。”中国运动员特有的直线腿法侧踹腿，嗯，他既可以进攻，也可以控制距离。所以今天打到现在，观众朋友看得很清楚的双方的技术特点。邱建良拳法好，力量大，啊，赛格东呢就是靠一个中扫腿，包括一个西法进攻。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其实更像是。泰式打法对自由搏击，对，甚至中国摔跤的风格也比较明显。刚才有个前手拳打得好，现在要跟上去啊，邱建良。对，因为对方的头部的防守空档非常大，要让这种态势打下去的话，邱建良就要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场上裁判再给这个赛格东再进行强读啊，那就这场比赛没有悬念了。邱建良，这个中止比赛，邱建良 TKO 对手 ，TKO 对手获胜 ，TKO 对手获胜。啊，太精彩，太精彩！这个搏击比赛在对方失去这个防守能力的时候，确实应该中止比赛，保护运动员。 要知道，赛格东在去年的这中泰对抗赛当中，他是获得私人赛的67公斤级的冠军呐、对，很具有实力。今天让我们邱建良 TKO 获胜。And the winner by way of referee stoppage, TKO in the third round, red corner, Qiu Jianlian. 祝贺你啊，邱建良！很让人兴奋的一场比赛哈，每一个回合都能够看到有这个你拳法的一个爆发哈。我的选手他是一个典型的泰国选手，他非常优秀，在泰国非常富有盛名。然后跟他打之前，我的教练约瑟夫和赵教练都给我制定了相关的战术，然后就是说一定要控制拳的距离，我就一直秉持着这个战术，一直打到现在，然后最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 为什么制定战术的时候要用这个拳法要用的多一些，而且要控制它的距离？因为泰拳选手大多数都是以肘和膝缠抱为主，所以跟他们对打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突出拳法的部分，只有这样，胜利的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大。准备的很充分哈，所以这场比赛整个过程你是非常自信的。 对，在打之前，因为有了很充分的准备，所以我很自信能够赢得这场比赛。然后现在我赢得了这场比赛，谢谢大家。 WLF 2014中泰最强王者之战，泰拳神童姜同才 ，WLF 亚洲冠军小虎铁英华上演强对决。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Max World Champion 2014, together with Wu Linfeng. Now it is time that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It is time for Max Ultimate, bringing you the greatest Muay Thai warri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是一场泰拳神童对阵中国功夫神童铁英华的比赛。我们首先有请的是泰国运动员。Now for our first battle of the night,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Thailand, he is the up-and-coming superstar climbing the ranks. Ladies and gentleme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Welcome for the talent, Jomtong Chuwatana. 神童，他8岁就参加泰拳比赛，16岁的时候就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勒特斯拉。那么今天也是泰拳神童对阵中国神童的一场比赛。下面将要登场的是来自大东翔 CIK 亚洲区60公斤级冠军 ，WRF 亚洲区65公斤级冠军，有请小虎铁英华。 职业战绩以来，面对的最强悍对手，铁英华21胜4负，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这是武林风同马祖墨约泰青小杯昆仑节两个进行的 WF 2014年史上最强的中泰王者之战。这是一场男子67公斤的自由搏击规则的对抗，红方是廷华，蓝方是泰国的神童啊姜同泰。这是神童对神童的比赛，会非常精彩和激烈。要知道姜同泰来到中国这个拳坛上还没有输过一场，那时候他说打60公斤级的，今天他是跨级别打67公斤级比赛，啊，在去年的8月10号，在这个马祖墨约泰中泰对抗比赛当中，姜同泰是 KO 了邓泽奇，当然那场比赛采用的是纯泰式的比赛啊，纯泰拳的比赛。那么今天是个自由搏击规则，自由搏击的规则，就是你的肘是不允许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看看姜同泰同铁银华怎么样打。我们都知道铁银华呢，他这个拳法出众，啊，拳的力量很大。但我看姜同泰的拳法也相当出色，在泰拳手里头非常出色了。对，比赛经验也很丰富，所以今天对小虎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而且姜同泰是个左撇子，啊，你看他前手拳是右手，反架选手，有时候不太好打。对。 不习惯。从现在开局来看，现在这个小虎是出了一种防守的态势啊。哇，这个地头就是有点低了，有点低了。嗯。今天这个姜同泰采用的是在课上主动进攻的一种方式。第一局就很激烈，而且泰国选手打得很主动。小虎还要摆脱被动的局面。 现在小虎就是被对方的气势现在是压制着，自己还没有打出来，就是你的拳法还没打出来，因为对方是个左撇子。也许这个小虎在等待时机。对，因为铁英华的后手拳是很重的。场裁判这个毛金宇告诫这姜同泰腿要高点，如果你再低的话，已经一次劝告；如果你还踢那么低，那就要警告扣除1分了。 现在小虎该发力了，都不错。对，姜同泰还真名不虚传，嗯，力量很大，而且拳法不错。他的中小腿力量很重的，对啊，你看他后腿是吧？左腿这个杀伤力是挺强的。这个发布会上好像姜同泰说这个，反正中国打得非常好。你看姜同泰这个拳法也相当好。就到计时最后10秒钟，看小虎开始发力。 第一回合结束，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我们来看姜同泰确实名不虚传，而且技术很全面。现在观众朋友们看，这是武林风同马祖墨约泰进行的 WF 2014年史上中泰最强的王者之战的一场男子67公斤的比赛。红方是小虎铁银华，蓝方是泰国的神童姜同泰。这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我们看到姜同泰这个拳腿啊，配合的非常的好。这种好，他的那个拳法的边腿力量非常重。嗯。 在第一回合里头，他的拳法已经抑制住了小虎的拳，是吧？所以在第一回合里头，铁银华打的是有点被动。就被动的原因就是对方没想他，因为他左撇子后手拳打得那么重。所以这个小虎要对姜同泰这个拳法也要有所防备。是啊，我防你拳，然后接着对方那个中小腿又接着上打小虎的肋部。啊，你放上面，对方打你的这个肋部。 但是到第二回合，现在小虎铁银华有意识加强自己前手拳的进攻方式。我觉得小虎可能还是更多的用拳法打开局面。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虎铁银华的后手直拳很有杀伤力，但对方用左手的直拳来压制住我。那么这时候我要采用一种变化，前手拳打完之后，对方进来我能不能刚才采用一种上勾拳，是吧？要变化。其实小虎的组合拳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要争取能够近身打组合拳。现在这江宗飞有意识的，你在往上扑的一瞬间，我用我的中扫腿挡着你，伸腿，对，不让你往上扑。 这么激烈的比赛，他有时需要体能支撑。这到第二回，这时候你看，明显现在这个江宗差的打击的力度下降了，力度下降，就是他力量下降，就是说这体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啊。毕竟到的我们说一个运动员一个比赛当中一个极点啊，这是他有意识来调整一下。这时候就给田华机会了，给田华机会，对，你要扑着打，尽管就是对，要扑着打。好，你看。 这就是田英华的节奏，打得好好哦，对，这是田英华的节奏，对，因为对方这是在一个节奏调整的时候嘛，这样就给田英华的机会。刚才那一组组合拳打得非常好，田英华。现在田英华尽量不要给对方拉开距离，对，贴着你打，现在距离，你看到，对，打中远就不行，加东猜的距离，哦。 好，第二回合已经倒计时，最后的10秒。经验丰富啊，江东山经验多丰富，是吧？他已经听到这个倒数这个10秒的声音。那这时候我不主动进攻，我用退守一个防守，利用围城的战术化解掉。对，啊。 我保护住这种胜果就行了。其实最后10秒的战术很重要，有时候给裁判也会留下较好的印象。是啊。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这是2014年史上最强的中泰王者之战男子67公斤级的第3回的比赛，红方是小虎田英华，蓝方是泰国神童江宗差。这是江宗差在武林风这个擂台当中第2次出现。那么在去年的8月10号进行的中泰对抗赛当中，他是当时 KO 了这邓泽奇。那么今天在这跨级别打67公斤级对阵这是小虎田英华。 通过前2回合的比赛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神童，江宗差，他不管打自由搏击和打纯泰式比赛，他这都很有实力，都很有实力。他这个技术很全面，对，你像这拳法和腿法，非常的均衡。这第3局的比赛，从前2局先看看，应该基本上势均力敌。嗯。到第3回合，现在好上，小虎的组合拳好像发挥威力了。 只要你江宗差给他机会的话，那小虎田英华就要把自己的后手重拳力量发挥出来。哦，这击破，你看，你看这个江宗差，他很会利用这种空间，一拉开一击，我马上贴近你，就不给你距离感。他对距离的把控确实很好，对，而且每招招都能吃上力。对，现在田英华用前手拳控制住，不让他进来。 在力量上有，体力上有点下降，能否支撑他战术变得很重要。现在江宗差，他对这个距离感控制非常好，他知道我什么时候用那个西法进攻，什么时候用中扫腿进攻，什么时候用拳。你看，我觉得小虎的体力储备的不够好，其实距离近的时候他应该发挥组合拳的优势。但这个很被动，力量也被减弱了。 所以我觉得小虎第3局有点被动。现在田英华想翻盘，只有 KO 这个江宗差。对，是这样。要不然很难翻盘了。要这样打，要连续组合拳，打出连续的组合来，腿法不能制胜了。嗯，对。而且贴近了不能爆，爆了以后更没有机会。对，今天田英华之所以现在打得比较被动，原因我们都希望他把拳法发挥出来。 但是现在江宗差，我就克制着你，不让你发挥，啊！我觉得是体能保障不够的原因。本来距离近的时候，应该是发挥他组合拳的优势，但是有时也打不出自己应有的战术。就是姜宗泰很聪明，因为他现在姜宗泰体能下降，我就不给你空间发挥全打，不行，我就爆。你看，你看又爆在一块，看到没有？他也知道现在是肯定田华拼命要扑自己，还剩最后的10秒钟，黑西。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田华跟你说打得非常的顽强，非常顽，因为你知道他今天手碰到是个泰拳王，碰到是个泰拳王。 而且对方实力确实非常强，顶尖的这个泰拳，顶尖的，对，可以说是在泰国是属于一流的泰拳王。那么小武今天跟他对垒，不管胜负，能和这种高手过招，你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象征，对吧？是这样，我觉得中国选手也应该更多的跟这个顶级的世界格斗这个选手进行较量，对，提升我们整体的能力。嗯。世界级排名第一的选手，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一定充满了期待。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27比30，2号裁判员27比30，3号裁判员27比30。And the winner after the judges' scorecards, blue corner, Jonathan Chuwatana. วันนี้ผู้ชกใช้ได้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นแล้วก็อึดด้วยครับไม่ว่าแต่จะกินง่ายๆกินยากยิ่งหายครับถ้าเป็นมวยไทยแบบว่า ฝีมือไม่ดีครับสู้ยากแน่นอนครับ小伙今天碰到了这个强手哈，被称为神童的这个姜同猜，跟他打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感觉跟这样的顶尖高手过招还是心里还是非常兴奋，但是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但是。 这会鼓励我，然后接下来的训练，更加努力。觉得差距在哪儿？差距，然后他的腿膝，然后对距离的掌控、节奏的掌控，都是经验还是要很老道多了。毕竟在泰国，他因为训练方式不同，而且比赛场次也打得非常多，经验还是老道的。